抓特点，画简笔画。今天我们是26课，可爱风。我们如何画出可爱风格的简笔画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想一想，什么因素、元素会构成简笔画的可爱？比如说，我们给一些事物画上卡通，比较可爱；笑脸也比较可爱；害羞比较可爱；小孩比较可爱；胖胖嘟嘟的比较可爱。等等等等，现在我们比如说画月亮，我们这样画呢，也就是一个月亮。但是我们走可爱风的路线呢，我们就要画上什么呢？画上一个鼻子，这样就比较可爱了。当然还有眼睛啊，微笑就比较可爱了，对吧？在旁边啊画上星星来辅佐它，啊，这样就比较可爱了。比如说，我们画饼干，啊，星星一样的饼干，对吧？但如果我们让它的弧度呢变得圆滑一些，那就比较可爱了，对吧？像这样，这样的星星比这样的星星就可爱了。再加上眼睛，笑笑的嘴巴，啊，这样就比较可爱了。再比如说，我们刚才说小孩比较可爱，另外呢，胖胖嘟嘟的比较可爱。比如说画天使，小孩天使，当然就比较可爱啦。脸，笑笑的耳朵，对吧？小天使，翅膀也胖胖的。然后呢，胖嘟嘟的，画出他胖嘟嘟的。然后画他的什么呢？我们再画他的胖胖的手，然后拿着什么呢？拿着这个箭，射箭，啊，这样就比较可爱了。胖嘟嘟的小孩就比较可爱。还有什么呢？刚才说画上卡通就比较可爱了。好，这是什么呢？大家看看啊，啊，勺子，画上什么呢？画上汤圆。汤圆有什么可爱的呢？你画上卡通，哎，就比较可爱了，对吧？这样就比较可爱了，对吧？我们再画粽子啊，一般上来说呢，我们可以画很严肃的粽子，对吧？比如说这样哈，这样的粽子啊，看，这比较严肃了。但是我们也可以画上。画出卡通的、比较可爱的大粽子啊，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好，你看这样，是不是？画上手，再画上手啊，然后呢，画上脚，画上脚，哎，再画上眼睛、嘴巴，是吧？这样就比较可爱了啊。还有什么呢？有时候我们要可爱呢。我们就觉得动物是挺可爱的，那我们就把动物给画上了，哎，因为你觉得动物可爱吗？那你就画一个女孩，就画上，戴上兔子帽子，对吧？这样也可以，兔子的装饰也可以。然后呢，我们给她画头发，画头发，给她画上头发，对吧？头发。然后呢，画上脸，画上她的脸，眼睛。你觉得他害羞比较可爱呢？害羞，画个小心，啊，涂上颜色代表他害羞了，微笑，那，啊，这样就比较可爱了，对吧？那我们画出可爱呢？我们还可以画，我们现在用正方形来帮助，啊，画出可爱风。怎么样用正方形来帮助画出可爱风呢？比如说这里有个小孩儿，啊，就好像我们拍照的时候啊，摄影的时候，我们有井字格。来构画，来构图。我们现在把这个孩子放在这里啊，大大的头，然后呢，身体，他的手，他的手在干嘛嘞？他的手在拿着一个杆子来吹啊，然后嘴巴在这里吹，啊，在他的眼睛吹什么呢？吹出说我爱你，哎。那，这样就比较可爱了，对吧？
然后呢，他吹了以后还挺害羞的。你看，我们以这个方格、正方形、格子来这边来代替墙壁，他就靠在墙壁旁边，说自己什么害羞了，手呢，啊，手都出来了啊，然后呢，嘴巴，啊，说自己害羞了，出来一个爱心，这是不是很可爱呢？所以也可以用这个方格、正方形的格子来代表一种意境，表达出一种意境。总而言之呢，你想什么是可爱的，然后你想要画可爱风风格，就把这种元素给用上。好了，这一课就到这，拜拜。